今天搭飞机前往首尔，好怀念首尔的美食哦！已经2年多没有来到首尔了，今天就带大家来吃吃逛逛。首尔的第一餐，我都会来宏大吃元祖二代马铃薯排骨汤，因为这个排骨真的很嫩，很好吃哦。吃完来逛逛市区的银杏树，每到秋天，银杏树就会染成金黄色。在韩国看到两侧都是银杏树的林荫大道，银杏叶落在街道上的模样，就像铺了金黄地毯。来首尔逛街，一定要来喝杯咖啡。在首尔的咖啡店真的很多，选了一家明星代言的咖啡店。喝完这杯咖啡，再继续购物吧。不小心又逛到首尔的路边摊，各式各样的炸物、辣炒年糕、鱼板、鸡蛋糕都是我的最爱。谢谢你把影片看完，欢迎订阅频道，非常感谢您。